今天我要玩一个游戏，我有一些难过，你能安慰一下我吗？真遗憾。我们再问一次，我觉得我有一些难过，你能安慰一下我吗？听你这样说，我也很难过。我有一些难过，你能安慰一下我吗？我就在这里陪你，只要你想倾诉，随时可以找我。难过怕什么？嗨放起来不就可以了吗？锁定浙江卫视嗨放派，一起够嗨够放。说了玩猜人游戏，智能助手。这个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。这活太吓人了，这活。这个只能用镊子拿出来是吗？嗯。这就是我们的耐心考验。我已经专注了。太细了这活，吞不下来。不能生气。老师，老师，咱能这样吗？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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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以150。你也没说不能这样啊，两排啊，哇，咱俩有点太悠哉了。咱俩这第一排。天，说你们警告我太慢了，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做得那么快，你要细细的品尝这个过程里的滋味，对不对？谁想出这题了？潦倒，真的救命了！哎呀，浩哥，真的确实体验出了，卷儿确实确实是有点细腻啊。